痛、牙龈出血、口腔溃疡等等一系列牙科疾病。我诊所常年为患者去除一大夫啊，那个什么，我是你们那个对面大酒店的，我在那儿下班了。不是，那个酒店是我开的。真有钱。那个大夫啊，我跟你说点事儿 啊。那你先别说了，我知道。来，坐这儿。啊。坐着。嗯。那个什么，大夫啊。别说话。躺下。不是那个什么。别说话。平躺。一定要平躺。不是那个大夫、啊、你别说话。别动啊，你别动啊。别动啊。干啥呀这是啊。别动，哎，来张嘴啊，大点啊啊，你随着我的声来啊。嗯你看我，你看我口型，呲呲啊，没毛病啊，你的牙呀。我也没说我牙有毛病啊。那你上我这来玩来了？是我带我妈来看牙来了。领人来看牙，我领你看牙呢。不是那什么大夫啊？别说话了，人来没？哦，我妈在外边等着呢。来呀、啊，阿姨。什么？我跟你欢迎光临。不是，欢迎光临，阿姨。妈，啊啊，老太太看牙。是是是。嗨，我以为你看牙。来，大姨来，别着急啊，慢慢的啊。嗯。腿脚还不好。妈，慢点的啊。跟你添麻烦了。啊、没事没事，平时抽烟不？不抽烟呐。记了吧，对肺不好啊。嗯，谢谢你。嗯，来平躺。哎。你给我们好好看看啊，大夫。你放心吧，好好看。那个，张嘴看看牙。那都不用张嘴了。哎，妈，慢点啊、哦。那我这牙呀，满嘴的牙都在这儿呢。啊哈、啊！你这属于移动的。啊，我看看原来是什么材质的牙啊？别动。哎，这个。哎呀。是牙造稀碎呀，平时嚼铁啃铜了，不是真会说笑吧、嗯？掉地摔碎了，对他假牙掉地就摔碎了，质量不好，是是是，质量不好，是这回镶个好的啊，啊行行行，这样大爷、嗯，那个镶个好的得多少钱了啊？啥牙？你看你分什么材质的呗？是您给介绍介绍大夫、啊。我们这儿啊，现在目前有一款最好的，嗯，多少钱呢、啊？种植牙。均都一颗30000啊？不是咋的了吗？妈，不香了，不，别，妈，先别着急，别着急，等会儿，妈，别着急，我问问他有没有便宜的，行不行？啊，我问他有没有，别着急啊，那什么，30000太贵了，你这抢钱呢？还有没有便宜点的？便宜点的就是烤瓷的，均都一颗10000左右吧？不行啊，贵呀、啊。孩子挣钱不容易，不香了。别，妈，还有便宜的，肯定还有没有便宜的？还有没有？你咋急着闹的呢？还有没有便宜的？便宜的有，塑料的，这500-600上下满口。塑料牙套500-600呢？啊，不行，太贵呀、啊，跟我们回去。塑料的贵，有没有再便宜点的？再便宜的，桃木的。不是你是不是玩人呢？让我妈想门口桃木的，一呲牙辟邪呀！你说话呢？有你那么说话的吗？别吵你！你说那叫啥话呀？你先别吱声啊！不是，我替你叫一叫。生气不你？你先搁家看看呀！先坐着，没事，大姨，坐，给我了啊！别吵吵，别吵吵啊！你什么个玩意儿？你是人？是人不？你瞅你那穿戴的家伙的，钻石啊，多能露富！你瞅瞅大姐戴的。黄神不偿命啊！不是你咋这么说？你这么有钱还挎个乐威的包干啥呢？镶个牙舍不得花那俩钱啊？不是，你要没钱，我不啥话不说。作为我来讲，你那么有钱，镶个18000的牙子做什么事儿？怎么的？巴巴啥？
站住！大爷，没事没事，我姑那孝顺呢，孝顺。没事，大爷，我知道孝顺。看看，可怜天下父母心，就这么样，老太太替你说话呢。郑老太太，我知道这个钱她不舍得拿，我替你花啊。到隔壁那屋去做一下检查，看那牙龈有没有毛病。我今天给你镶满口的。是，小王，小伙子，谢谢你卖豆钱。我知道你有钱，你别别生气，别生气。我哪有钱？快点，小王，你给领个检查下了啊！别生气啊，我一会儿再过去。咋的？给我闭嘴！你给我闭嘴，听见没？闭嘴，听见没？这家伙的，进来就听你叭叭。你要干啥呀？你要干啥呀？我告诉你，我妈要不在这儿，我要不看你长得小，我削你了，你信不信？我告诉你，给我听准了啊！给我妈镶最好的牙，啊，种植牙，最贵的。满口的，听见没？怎么的？听见没？多少钱呢？得钱了，100来万呢。100来万是不？来，这套设备多少钱？那都没多少钱啊！你这诊所多少钱？你多少钱？你给我整急眼了，你知不知道？我把你牙。拽下来给我妈安上，我再给你100万，你信不信？你倒腾牙呢？管我倒腾什么？不知道就别瞎说，知道不知道？怎么又想开了呢？刚才咋回事啊？刚才我从一进来我就要跟你说，你让我说话吗？啊，你让我说话吗？你也没准备说话呀，我看你就在那玩。我告诉你啊，就给我妈镶一口牙，你别说100万了。你就让我倾家荡产，我都干。我跟你说啊，大夫啊，我跟我妈呢，还有我弟，从小就在农村长大。我妈呀，是一把屎一把尿把我跟我弟拉扯大。后来呢，我去当兵了，我弟呀也上大学了。后来我自己就闯，终于闯出自己的一片天了。现在我是有钱了，可是我妈老了，我一直想把她接到城里来，可是她就是不来。我也知道她为了什么，所以啊，大夫，你不管花多少钱，只要能给我妈弄好，我谢谢她。行吗，大夫？行，别走一出。对不起啊，我应该说对不起。刚才我误会了，看你穿的流光水滑，我看你花钱了，你还舍不得，因为我了啊。你要不解气，你把我满口牙给我打掉。不是大夫，还有一件事儿，你说我妈成天那么省吃俭用的，你说我要让她知道，她镶一口那么贵的牙，你说她一急眼不得把牙都薅下去啊？那她一急眼用都容易过去。那可不，所以说大夫，我再求您一件事儿啊。千万千万别跟我妈说那个牙到底多少钱啊！你就说吧，你就说咱满口32颗牙，你就说1块钱一颗，行不行？32块钱，1块钱一颗。嗯，石头子做的。不是，那我也不懂啊。那大夫，你说多少钱？你怎么得均勾10块钱一颗？合理。行，那大夫，我拜托你了，行不行？10块钱一颗香，上班。妥，那个我把我妈叫过来啊。那什么？那什么？哎。别再乱说话了啊！要把你嘴买下来，听见没？真是个好孩子呀！我准备准备去。